我不会比你找一千倍一万倍，就算世界上有一千个一万个。我就我挺像的。他第一句话就很稳。紫薇，你还记得我吗？这么多年你都长成小美人了。舅母，哎呀，您不是在济南吗？怎么来到了北京啊？我这不是专门进宫了吗？你这么多年出落得这么标致，想当年你搬到千佛山的时候只有9岁，只有这么高。哎呀，如今你也进宫了，这下玉和就要安心了。行了，什么都不要说了，紫薇，说说你的生辰八字。皇上，我是在夏天壬戌年8月初2出生的。啊？怎么会？姑娘是癸亥年腊月初8生的，当时是我帮你娘喊的接生婆，她可是跟我们家秋同年生辰，奴婢记得千真万确。什么？不是的，舅母，只是是不是这位姑娘就不知道了。紫薇，你可知道你要是骗了皇上会面对什么样的惩罚呀？舅母，娘跟我说我是在夏天出生的，她说那年紫薇开花开得特别好，所以才把我取名叫紫薇。舅母，不是，你当时腊月初8出生的，我喊的接生婆，她当时不叫紫薇。你有什么证据？你为什么要这样诬陷紫薇？呀，二哥，我当然有证据了。不是的，皇上，看这个香囊，衣服可是跟她一模一样的料子。当时她说不到万不得已，千万不能打开。现在你打开看看，到底写的什么？千万替我守住身世的秘密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皇阿玛，你到底还有什么秘密？我们的山盟海誓你都忘了吗？你都不记得了吗？我记得，山无棱，天地合，才敢与君绝。不是这句啊，是4个字。我也喜欢你啊。那是5个字啊，4个字。我也喜欢你。我喜欢你。对，你就是紫薇。我是紫薇。皇阿玛，我是紫薇。紫薇，我就是你的女儿，我是紫薇。演的真的挺好的，特别有感觉。紫薇，就算你有种找比我好1000倍1万倍的男人，我不会比你找1000倍1万倍，就算世界上有1000个1万个。紫薇，尔康，皇上，妈妈，好棒呀！哇，你们两个认完了没有？搞清楚没有？我不管她是什么身份，我就是爱这个女人。哦，你不管她是什么身份？不管她是什么身份啊，我都希望我可以照顾她一辈子。恳请皇上把她嫁给我。你也不管她是不是朕的女儿。皇阿玛，我这辈子也只爱尔康一个，请你把我许配给他。表演结束。好棒！高荣芳是获得了4个勾。